我讲在这个50年前啊，东海大学成立的时候，您帮东海大学设计了我们文理大道以及文理学院。这里要讲到在40几年以前，您就帮东海大学设计了路思义教堂。对。然后呢，我们在2年多以前呢，我们前任的校长的努力之下呢，我们跟教育部去申请，您是我们第一个东海大学的荣誉博士。我们一直想请您到东海大学来有这个荣耀，当场在几千个学生面前把这个东海大学第一个荣誉博士的这个学位。那我们这里有一个这个荣誉学位的学位，这个特别颁给您，是东海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荣誉的博士学位。怎么这是英文？后来因为中文版，我们这是先给英文给您，因为英文来先请这个。那您看看这个，东海有多少？我是贝聿铭。东海大学是我在1952年起手回台湾，那时候设计在大肚山，在就是台中大肚山，台中不是华中，在台中，我都忘了，台中做那个时候啊，那个台中跟现在台中大不相同。所以那时候找的是快递啊，我觉得很好，是非常好的快递。所以在那年我做了一点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因为那个时候啊，台湾刚刚起手，我觉得将来这很有这个希望可以做，结果是做得很好，我们台湾。所以对，跟诸位校友，跟诸位啊，从台湾那个东海大学。有关系的诸位啊，我先跟你们说几句话，说谢谢你。可惜我现在年迈，年纪已经很大了，所以远路到台湾是不是容易？可是可惜，我5年前我很想来，那时候还可以，结果卫生道你没来了，这是很可惜的事。东海对于我是很有意义，因为头一次回跟中国人做一点工作，是在台湾，不在大陆，是在台湾。所以啊，也是我对还是很关心啊，中国跟中国的人民。现在我在中国还有工作，在北京做了一点工作，现在在我的老乡故乡苏州。也做一点工作，所以可以说是表示我的对国家跟国家的感情还是存在。我离开中国70多年了，所以啊，我的普通话不大好，所以你们听不大清楚嘛，也就原谅我。照规矩啊，我要说广东话还比较舒服一点，上海话也可以，普通话最差，所以你们原谅啊。我希望下次来，有机会来台湾，我一定来。可是要不能担保，我年纪越来越大，越来越难。可是我有这个希望，我就来一次。所以现在这是你们那么远路来啊，我真不好意思，谢谢你们，你们可以回去跟东海来的校友说一声，说我是对中东海的感情深啊，不能有这个机会本人来说这几句话，所以谢谢你，谢谢。普通话非常有意思，好吧，我们谢谢机会，好的，谢谢。